那个。嘿，兰吉库啊。什么名字？我叫王宗明。王宗明。家里都是种田或者是做工。哦哦、那你怎么会想做这个？有这条路。就之前，我之前是做环保团体，然后就会觉得说好像，抗争不是办法呀，一直在那里抗议抗议，对啊对啊。够吗？不够啊，人家都是几千万。对呗。我们大概现在150万在跑。嗯，像算是少哈。嗯。印个那个。对啊，印个文宣什么的，对啊。